是要休息。没有，我们快协商，我们协商那个两个小时奖励。几点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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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要给我啊！各位那个党团，请通知我们各政党的委员来开会哈。那个内政部跟那些相关单位的都来了吗？请坐，来，我资料拿出来，资料拿出来。阿花便当，没有准备便当啊？那个谁？站委员会的长官在哪？我台湾，我在例行开始。外服部的长官。开始，我内政部来，今日。劳动部。劳动部这一小时。翻过一下。好。来这。妈，伊今日去驾车呢，伊今日无事，嘿，今日去嘿，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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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好。那个玉米，他是我们的委员哈。然后陈怡姐委员，那个亲民党麻烦联络一下好吗？然后民进党请问一下，你们的委员要不要来？还有时代哈，对不对？那个民进党说他们不参加，那亲民党看他们要不要过来，好不好？因为十七条是
本席主持的，二十二条是算那个陈昌明委员当主席的，所以那个一鸣你也请陈昌明委员等一下下来哈。好，那十七条那个民进党说他们不参加，也就是最主要就是六改四啊。那那个立场，来来来，你签名签名哈。啊，那个陈明栋，那个麻烦联络一下好不好？先过来签名，对，先过来签名，因为你那个，这是一个一个，对，他没有反对，你问他就有本事。来，你请他跟我通个电话，要然后补签名，好不好？那个第十七条条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我们在上个会期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国籍法、移民法跟。到两岸关系条例的第十七条，当时我们的主要精神是要把外配跟陆配所有的标准拉成同一条线。那在上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哈，国籍法已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换句话讲，外配的部分我们已经处理。那所以现在我们对陆配的问就是六改四的部分。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个。对，陆委会，我们请陆委会表示意见哈。今天非常感谢黄委员、林委员对于陆委会两岸条例第十七条修正草案的关心。那两岸条例第十七条的修正草案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刚刚委员所提到中国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国大陆人士来台寻求庇护的两个部分哈。那有关于中国大陆来台寻求庇护啊，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是配合难民法草案所提的一个配套修法。那么我们在六月二十七号内政委员会的审查结果也的结论也是针对啊寻求来台政治庇护的中国大陆人士呢，我们是准用难民法的这个规定哈。那另外有关于黄委员、林委员一直很关切的有关陆配身份证年限的部分啦、也是在六月二十七号内政委员会审查的一个结论，仍然是维持现行六年的规定。那么虽然如此，陆委会仍将秉持照顾新住民的立场啊，全力来保障我们新住民在台湾就业、健康、工作的权益。那么是也包括那个在内政委员会赴金门考察的时候，针对大陆配偶的权益，我们也在十月二十七号发布了函释，扩大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可以受雇在各机关、学校担任临时人员。我们也依照这个委员的指示强化对外界的说明。那今天立法院草拟的结论，我们陆委会都给予尊重。也感谢各位委员对陆委会业务的关心与支持，谢谢主席。谢谢那个次长的说明哈。陆委会那应该是副主委，叫做副主委哈。那我想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难民法，我因为这个牵涉到难民法，因为难民法当时在审查的时候，朝野也是没有意见的。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你们没有反对意见就对了。用麦克风，因为都有录音哦。嘿。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难民法十七条是。配套的修法，对，是嫁接在整个难民法，我们认为应该由主体的难民法草案先通过，那我们配套修正的一个机制啊，才有所准用的一个部分，不然我们里面的准用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顺序上应该先通过难民法草案，然后再配合对，我想立法院的部分我们会立法院来处理，谢谢，好不好？谢谢。那这六改四的部分，我想上个礼拜我有去参加，还有一个。第二十二条，他那个没有，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是纳保的啦，拘留纳保，这个是陈超明要当主席，这不是我当主席，陈委员再陈陈委员来哈。那就基础上来讲，因为民进党没有过来了哈，所以当时有一个六改四，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把这个还要考试，我们两岸变成送院会处理好不好？因为他们没有来嘛。好，陈委员签名，啊，过来到哪里啊？就是陆生纳保的代志。
那个亲民党能不能跟陈怡姐委员，他同意吗？六改是他同意嘛哈？那请他过来签名好不好？因为这个都要录音做记录哈。啊，时代力量可能，时代力量的党团有没有在这里？好，那我们就两岸并存了哈，送院长去，送院长协商去处理好不好？好好好，谢谢。来，陈委员瓦力。哎，关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二十二条修正草案呢、啊？啊，像委员呐、啊、林立产等二十七人提案呐、啊、哈、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停留改为拘留啊，啊。我们的主管机关有什么意见？谢谢陈昭伟今天主持这个会议哈。那么有关于两岸条例第二十二条，将陆生来台从这个停留期间改成拘留期间哈。那么我们在十月二十七号有针对这个部分进行审查哈。那么决议是维持现行法条的条文。并送朝野协商啊、哦，那跟陈昭伟跟委员报告，那么我们这个条文呢、啊，事实上在推动陆生纳保，我们就去朝野党团做各种沟通说明啊、哦。那如果说他们所担心就修改二十二条，将陆生改成这个拘留期间啊，很容易衍生外界质疑啊。陆生将来可能在台取得工作啊，以及取得定居跟设立户籍身份这些争议哈、啊，所以谨慎考量呢我们才决定让我们的陆生赶快纳入全民健保啊，只要修健保法，好、啊、避免引发这些争议哈、啊。那这是我们用最快的时间达成陆生可以实施纳保一个比较没有争议的一个途径。还请委员来体谅跟支持，谢谢。因为陆生纳保这个议题哈，大家也知道，两岸关系条例如果修是比较简单的。那前两天在卫环委员会也审了陆生纳保的所谓的健保法的部分，但我们看到在审陆生纳保健保法这个部分哈，在卫环委员会里面。那整个条文健保法整个条文只修改收费的部分，那全部的身份别啦，然后呢所谓的没有处理他们任何的身份别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是有很多余力的，包括王义明委员也说，如果不处理身份别的部分，此时此刻陆生就可以纳保了。如果您的论述都是 OK 的，然后在健保法里面没有去处理到身份别的部分，此时此刻陆生是可以纳保的。那健保法修通过的时候，只有全额付费的问题而已哦，您要先去厘清清楚哦。所以呢，第一个，不管是就是所谓的卫环委员会的健保法要修，还是两岸关系条例第二十二条要修停留改拘留的部分，我觉得必须要去沟通清楚，不然的话你会出现说现在的陆生就可以纳保了。如果按照各主管机关去解释这个身份别的部分，就他所拿的身份别的部分，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副主委您一定要去整个去了解清楚，不然只改一小小段而已，你应该要去看一下那个健保法，就只改收费全额付费这件事而已哦。
跟委员报告啊，陆生纳入健保啊，那么这个是政府不管是前政府以及现在的新政府都一贯的政策哈、啊。那么这个修法哈、啊，我想提案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之所以没有推动啊，就是这个部分仍然在台湾社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也是有争议。那我们呢，目前推动的两岸政策呢，最主要是依据啊。这个一些民主原则跟普遍民意啦，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大的争议，能够尽速的推动这个陆生纳保。那么后来我们跟很多朝野党团、不同党团以及不同的委员，那么有跟他们沟通啊、我们发现最快的途径就是修健保法，就刚刚您所说的，我们也尊重委员刚刚提到，如果修健保法。就有身份上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法治基础啊，我们尊重这种看法。但是由于如果修了这个东西，又引发外界很多的解读，包括未来是不是他们有要可以工作权的部分，或者是取得户籍等等的部分啊，引发我们社会更多的争议。所以就纯粹我们就提供一个让他来这边就读的一个环境啊。让他在这个医疗部分呢、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障，好、啊，完成这个目标比较重要，好、啊，谢谢委员。那个主委不是安尼讲啦，这个修这个跟身份别扯太远了啦，因为如果可以这样子拿身份的话，那外籍生现在有居留证不是就可以拿身份证？他的母法都不一样啦，主委你拢那个副主委你拢不是这个问题，是身份别要去定清楚。不是说他这个身份别改了就可以取得身份证，那所有的外籍生、所谓的侨生就马上来读书就可以取得身份证，不可以这样解释啦。我要讲的是说，必须要去思考说，如果我们在健保法里面跟他该冷杀的，就是全额付费跟政府补助这两计划而已的话，就没有涉及到身份别哦。所以没有涉及到身份别，如果按照我们在卫环委员会的健保法审法案的时候，在谈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陆委会的那个那个同仁也在现场。如果按照那种说法的时候，此时此刻陆生就可以纳保了。如果按照那种解释啦，你如果没有去改的话，就是表示只改你内部的解释跟认定。那我在健保法里面也很落实的去提出我的提案，我也提出。所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不管是学籍生还是交换生还是外籍生，他没有毕业没有办法拿到他的高中毕业证书，马上来台湾念书一年都没有办法取得居留证，这群孩子都纳在里面。可是你们是否有去看到我们的提案？我们是很务实的去提。如果我个人觉得说要务实的去解决，你袂使讲吼，啊你一只改税安尼袂使，啊你即马改税安尼会使，拢唔免改哩，就是是贵在恁家己改税，哎安尼袂使安尼讲啊。那个，林委员，那陆委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他怕国民党好、哦、在这上面有功劳，所以他弄到卫环去呀、啊，在这里面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他们以高度敏感性的话，依照我的判断是，他们不希望留在两岸关系条例再处理。好，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结论。你跟他怎么讲也没有用，我们很明显的哈。啊，请高路委员，高路委员你要发挥正义的力量。的确啊，我觉得对于就是这样的一个保障是需要。可是我们时代力量的立场是希望，好、哦、还是放在这个健保法里面来讨论啊，不是在这个两岸，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去处理啦。对，这是我们的立场啦。我跟你讲，这要为德不处啦。好、哦，在健保法里面呢、啊，本来大陆人士地区来台，最基本的是要依照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啦。哦、啊，因为现在我们人少，我们还、啊、我表达一下了。其实哈、哦，这个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第一条就开宗明义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设置的目的是要规范两岸人民之间的一些交流往来相关事项，所以理论上依照这一个立法精神来讲，所有涉及到两岸人民权益相关的事宜你都不能去绕开它了，应该是在它精神底下来规范。那至于健保法只是在执行业务部分的时候的一些调整啊，那今天呢，执政党他避开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执意不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在健保法这个部分来做修正。我想这个执政党的用意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代表国民党团在这边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啊。看起来没有什么着急啊，但是总是要处理啊。那我们就照林委员提案修正的文字做成协商决议，送院会处理，好不好？大家有没有意见？院会处理还要表决嘛？不然一直放在这一边了，给拿出去了，没有关系的。表决也是表，我实话实讲，表决也是表决书的嘛。好了，哦，可以的，可以的，程序可以的，好不好？送出去给林委员，他非常关心，好不好？好啊，照院会容乃要表决嘛，不然丢在这边，不要把问题留在这边了啊！诸位就说这样，吴主委，快呀快呀，刚刚没行。跟张委报告，跟委员报告，那么非常感谢啊，就是有关于对于陆生纳保的关切啊。那事实上，我们是从这个取得我们朝野共识最大的交集啊，哈、啊，那么争议最小的这种方法来尽速让陆生能够完成纳保的法制作业哈、啊。那么当然我们尊重委员的看法，但是啊，上次的这个朝野的结论，我们还是要依据这个作为我们的政策了哈。那么对于刚刚林委员所提到的那个部分，确实有不同的党团有为数不少的委员是持反对，因为他容易衍生其他的不必要的争议，这样反而会让这个整个纳保的这个修法、啊、受到阻碍。那是不是我们从这个人道的精神跟提供这个医疗，我们先完成健保法的这个修法？好，是，谢谢。那个，副主委，那我们就刚刚做成了协商决议，送院会处理，当然要各党团签嘛，好不好？啊，好，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林委员提案修正的文字做成协商决议，送院会处理，但是送院会处理以前要各党团的哈、啊，你了解哈？啊好不好？也给我们再努力一次啊！啊，我们努力的久了会成功的啦！啊，今天的哎，协商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啊！莅临中午休息的时候。
其他还没到。等你嘛，对不对？这个，OK，那你主舞在前面。对对，你这样抽出来就好，其他主舞跟这个修正舞哦，在前面。不在前面吗？那你们楼上还有啊？